本局接获报案，本辖安乐区有民众遭砍伤，经成立专案小组全力查缉，发现是疑似感情纠纷所引起之斗殴事件，立即组成专案小组申请搜索票前往本市缉毒区查缉，当场查获李贤等三人，并起获毒品咖啡包65包等证物，全案依伤害、妨碍自由及毒品等罪嫌移送台湾基隆地方检察署侦办中。